Hoje somos abençoados por apresentar uma dessas palestras perspicazes intitulada Seres Cheios de Bondade e Amor entre Mestra e Discípulos, dada em chinês em 10 de setembro de 2017, Shihu, Taiwan, também conhecida como Formosa.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有一些是一碰到就问了，能不能上去那个叫什么那个EOS那个地方哈？原来那个宇宙哈，我说不行啊，我是很想带你们去，不行，你们那个气构不一样啊，了解吗？那个存在的气构，每个众生都不一样，了解。 是被他们控制很厉害，然后那个创造那个能力跟那个最上面本来存在不一样，了解吗？创造的那种气构了，啊，不是物质气构而已了，就灵体的气构，啊，不一样。我本来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啊，后来才知道。因为有一些人想上去，我就问他们，他说不行了，一上去你们就被毁灭了，还没有到已经完了。 懂不懂？也上不去了。比方说，你要去那个英国皇宫啊，你要有什么事情啊？你要是什么人啊？你才能进来自在？懂不懂？还没有到门口，已经被挡了呢，你知道吗？那几个松松的站在那里不动了，个，就进也进不去了。 你们大家不要再问我那个问题了，我也是很难过。OK， 到第五已经很好了。你到那边你不知道那个苦是什么了，不会看到那个字的，那个苦那个字也不存在了，了解吗？OK， 就是差不多这样了。嗯，我本来也不晓得那个上面的境界了，懂不懂？都忘记了，现在才发现得到。 哦，你们不能上来，好可惜啊！大家一起了啊！Sorry，Sorry，Sorry，I am so sorry，really sorry。嗯，不过上去第五阶都会看到师父的，OK？ 像现在你们看到师父吗？嗯。 我们都会加一级的，OK， 我有很多身体了，不一定跑很上去，OK， 那上面就是我家嘛，OK， 我也不一定常常在家里那里啊，我会跑到处都跑，不跑也没关系，身体很多嘛，不同等级啊，就像你们也有好多种的等级，好多种的身体，OK， 你在这里也看到师父，何况第五呢，OK， 到阿修罗也看到的啊。 我一直陪着你们了，不会离开，永不会离开。嗯，就不同的身体而已，就是不过那个身体也有连在一起的，了解吗？哎，就是你的脚也是你的啊，你的膝盖也是他的吗？<笑>你的膝盖是谁的？是你的，你手呢？哎呀，你的。 嘴巴呢？对呀、啊，头呢？哎，是自己的嘛，了解吗 ？OK， 哎，现在还有时间吗？没有。哎呀，不<笑>、哦，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因为晚上没有睡多少，比较累，又累多，还有那边工作忙了。 好，既然你们来那个那什么，我在想要不要讲啊，或什么<笑> ？OK， 一点哈，我不知道灵感够不够这样嘛 ？OK， 那昨天你们想听那个狗的故事有没有？<笑>不过我讲什么你们也不要误会哈，我世界是最善良的一个人。
算人的话我就最善良，就不要算别的天堂地狱什么。有一些人他不是从天堂下来拿一些罪点而已的，那边的瓶子、啊、有一些人是刚从地狱上来的，那个还没消完啊，像一块木头消一半，是消三分之一啊，这还是木头的。然后为了什么福报的上来当人了、啊，不是化身上来了，所以看起来跟我们一样，有所不一样，里面很凶恶，靠近他就会很不舒服，然后一次生气他，有时候他看起来好像他没做什么，不过谁会生气他，会画笔记啊。啊，我们中国的风水也有提到这些人，他们说你做什么，我是生意或是做什么，都免这些。他们叫做 devil man 啊， evil man， 意思说小人吧。我为什么讲这些呢？啊， OK 好，在泰国的时候我也是有几个人在旁边帮忙，当然哈，其中好几只狗就来舔他的脸了、啊、意思说 kiss 对不起你啦，对不起。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白色的一直爬在他旁边，他那个时候就两个月或是一个月多，两个月多而已，懂了？没人叫他做什么，他这么小了，我可以放一个像这样子，一个大一点的一块布，我这样放在这样啊，有没有？以前啊，他们很小，我认的时候他们一个月多了，我放这样，了解吗？放他们在这里，带跑来跑去，轮班，今天一个黑，明天一个白的，啊、嗯。啊，高兴快乐，然后跟我一起吃地瓜什么的那些啦，啊，我们分享，他这什么都吃，啊，我在那边接什么都放下来，他们吃的叶子啊、地瓜、啊、芒果啊，啊，木瓜什么啊、榴莲啊什么，啊，菠萝蜜都吃了。现在因为我跑来跑去太久，他们就忘记那个了，现在给水果不吃了，有一些对狗不好嘛。比方说那个苏三白啊，他认为烤得很干很焦这样才香，就是哪里这样不对了，烤本来就不对了啦，何况烤这样子这么干焦起来。那只白狗的小的那个时候他们都是顶多就是两个月而已了，他不站起来走路，他就爬了，一边爬一边看他的脸，很同情那种脸，谁叫他两个月小孩子小狗的，从来没谁叫他，我哪里叫他那样子呢？我很感动啊！我从远远看那个只狗一直爬，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这么爬，一直爬在地下这样子呢。我就过来看，原来是跟着那个助手的。那个助手刚来没有几天呢、啊，喂他几次而已，他对他这么疼爱，那么疼紧的。另外一只了，黑的最小的。最瘦最瘦，那个时候我还是要用那个Sirena 喂他的，因为他还不会吃饭了，他不会自己吃，如果那个胶啊那些了，他就可以喝，就是那个硬的菜饭他不能吃啊，接的很小他也不能吃，他的舌头好像不懂怎么控制，所以还是要喂他呢。不过狗啊他们都不分别，了解吗？他不分别谁爱谁，不多爱少，喂他几次他就感恩了，懂不懂？不知道喂是师傅的饭菜，是师傅交代，房子也是我的，任何都是我的，他们认为是他们给，不管谁的，他们就对他们喂他们几次他就觉得很感恩了，所以对他这样人就蛮疼爱。我的狗很好的啊，等他走动好呀，他自动会跑到门口那边呢进来的。我一叫他们就进来，你看他们狗很乖，你看他自己会来等了。然后如果不来等，我就叫他们回来，叫名字的，通通回来。所以有时候你们看不到我，因为我要跑回去啊，我不安心，他们还小嘛。他现在就七八个月多而已，我认的时候就一两个月，听懂吗？还小的。然后很多事情要弄啊，要打针啊，要结扎，对，等等啊，很多事情要照顾、啊。如果碰到好医生的话，他弄得好，干净干净，很快就 OK。所以我对他们很爱护，懂不懂？我认养他们，为了爱护他们。不过他们很爱我啦，他不知道那些
助手的爱他只有40%了，我是爱他是几百分的，不过那些狗也爱我超过百分的，懂不懂？他们就懂谁是谁，就是他不分别了，他看到谁可怜了、他就会来安慰，这样就对了。还有那个小的，那个最小的那个比较弱那个，现在还是很小很瘦的，他好像不会吃很多的饭的，所以还是很照顾他。不过因为我走来走去没办法那个长久了，所以他现在还是很瘦啊，长大了以前更瘦更小的那个骨头都露出来，现在都露出来两个而已啊。不过我如果在旁边的，我常常会多喂他，他懒得吃了，很爱玩了，很爱玩，很爱玩。不过我跟他们在的时候，我们一起睡啊，从来不会打谁打谁的。如果他吵吵一点起来，我说 no 啊 no 啊，他们就马上分开了，马上走了，然后来跟我舔舔脚什么道歉了啊，没事。然后早上我也睡不能睡很多，他们就来舔脚舔手舔脸，叫我起来开门要出去了。整腿几个，你能不能想象我那个脸多湿了？我说我刚洗脚完啊，拜托。没办法，我每天要换，有时候换两次，因为他们出去外面了、很脏了，跑回来就爬在我身上要舔，懂吗？要舔脸啊。然后有一个那个最小最黑黑那个最小的，他是真的忠诚啊，他对谁都忠诚。那多数别的话就来舔脸而已，懂不懂？ Kiss kiss 啊，给你的脸很湿湿，这样安慰你而已。就那两个是最特别会安慰人，会跟着同情的，表达很清楚的。一个是跪的，一个是爬的。然后他看谁的可怜，他都跟着来爬，来看看看，绕绕四周围看看，然后舔舔这样给他啊。这个还有先讲哈，你提醒我那个白还有 OK， 提醒我，不然我讲等一下忘记了，我常常忘记了，老了，那么呢，那个黑的话，他很爱玩，你知道吗？那爱玩比什么都多的，爱跟他妈妈玩啊，跳来跳去。然后谁他也爱跟他兄弟姐妹玩，不过谁都不跟他玩他就凶了，他一定要挑战到他起来玩为止。有时候人要睡着了，懂吗？另外一些狗要睡觉了，刚刚跑了累了，刚跑出去回来想睡觉，他不让啊，他吃太小啊，人最小的，我身体很尖啊，谁不跟他玩就生不了他，谁都比他输了，他很凶啊，懂吗？他很乖，不过很凶，很聪明，不过很爱玩。他就那个男的特别的，不跟他玩，他就吵起来，吵到痛了，他就会起来跟他玩了。他咬一口就，不过咬的不是咬流血的了，咬痛了，他就起来就跟他玩，追他，他就高兴了，他就跟着给他吹啊。他是这样爱玩的，所以，我再讲了，我不在的时候，我叫他们分开，因为他们会吵啊。所以我在我回来哈，我就马上打开给他们一起出来。他爬在我身上什么的，然后我在那边等他们就玩完了再走，他进去我房子，他们在外面玩，然后我一边在里面做自己的，一边看他们。他们很爱玩啊，然后后来就大家都玩好了，就各回自己的那个地方啊，就去了。就他那个最小的跟妈妈还是在那边玩的，他很爱他妈妈。而且偶尔才看到，平常都被分开嘛，不是偶尔了，但他们出去的时候一起出去，就是分两批，一批不打架，一批打架那个，所以他也不是常常能看到。妈妈是跟谁都和嘛，所以他陪谁都和了，所以他不是说每天能，每次都能够跟妈妈，所以他看到妈妈，他很爱玩了。我叫他进来，我想给他那个他最敬爱的那些素食的骨头，有没有？我给他面前，他不要啊，他还跟妈妈一起玩。我叫他好几次，他不进来。我说算了，好了，让他自由，他们两个也不会怎样，不会吵架，在客厅嘛，客厅。我在我房子，我住不同地方，走来走去。所以刚回来，他们就很高兴死了。不过玩跟我玩以后，就跟妈妈玩，就不进来了。我说算了，让他自由一点，因为好久没有那么自由了。所以我让他，结果在里面我自己房子里面咳嗽几声了。他就马上，那个黑的马上进来了，
马上进来就我问我怎么样，我也认为没什么，我认为是偶然而已，他以为他玩完了他腻了就进来问，问到梳骨头，结果他我不咳嗽，我说没事没事了，然后他看到梳骨头他也不理，他就再冲出去跟妈妈玩，一回以后我再咳嗽一次，他就马上就丢妈妈了，跑进来，跑进来我方便了，然后跪在那里问问，然后甜甜，我也认为没什么，我忙事情我不想那么多。第三次他也是这样，我才知道了他真的为了关心我才进来，每一次关心完以后就出来再玩了，叫他叫不回来了，梳骨头也不进去，没兴趣，他很爱跟妈妈玩啊。结果他每次我咳嗽他进来，也不是那天而已，后来我知道了，我不敢咳嗽了我让他担心，他已经那么小那么弱了，不过他不弱，他小，不过力气很多，哇，他很活泼，很活泼。那个，不过他也有他的啊。那个人，我住的房子啊，把那个门啊摇坏了。如果换地方，一定要补很多钱啊。不是门而已，墙壁啊，什么都摇坏啊，了解吗？那个家具啊，哇，都是很硬，很好吃。他们小嘛，牙齿刚长了，痒痒的，什么都要咬。我买很多那个玩具给他，他就不是常玩那个，是有那些我买那些很木头的棍，有没有？小小像你们用木头拖地板那种木块，然后接好几块给他，他们也咬了，哇。我连那个锯也很困难啊，他们怎么牙齿这么厉害啊，咬都破啊，然后门啊什么都破了，听懂不懂？没办法，我在的时候他们不会咬，而且那些狗那么爱心，懂不懂？那么好的，有那种生人的品质，他们已经第四层了，你们有一些，我是第三第几，他们第四三等了，快到第五的那个八个月啊，懂吗？天堂给他名字的，这些名字不是我给的，因为我刚认识的时候他们生病嘛，所以我急的我不知道急什么名字，平常我认养狗，我等好久以后我认识他们的个性啊，都就给名字了，我以前也不知道天堂有给他们名字，现在才知道的，因为我没有时间查那么多事情，你们了解吗？我不忙，太忙死了嘛，忙你们的事情啊，那边外面的哈，要打坐，要煮饭，要擦洗自己房子，要照顾很多事情啊，就没有查到那些，因为不重要，我认为我没有觉得重要嘛，世界和平啊，大家灵魂解脱重要啊，我认为狗是 OK， 我已经养得很好了，没想到那些，现在才知道。连那个大狗也是有天堂给的名字，后来才晓得，为了这些小狗才是顺便知道它。平常我就去靠自己的那个感觉，然后给名字，不过还要一阵时间了，一个礼拜两三个礼拜这样。平常刚来我没有给名字，那一天因为第二天而已生病嘛，医生来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为了要写记录，我就急了，我想不通，我太累了，我日月照顾他们，因为刚小嘛，那个时候都一个月多了，还要喝奶的，说啊，然后整天都是大便小便，整个房子整个身体，所以忙死了，没想到给他们名字，来不及想，而且头脑都空空了，太累了，这医生问了我就急了，我就在那边呢跟那个天上讲，哎呀，你们谁在吗？谁在吗？赶快帮我取一个名字，我现在想不通啊。另外那个他就叫我那个是现在他死了亡生了，他为了在家庭牺牲带全部的业障了，我从来没听过这个狗有这个名字，听起来 好可笑嘛，我就吐出来那个 so funny， it's a funny name isn't it， 我这样讲，我说那个不是太好笑的名字吗，我自己就讲很大声出来的，因为太惊吓嘛，这个医生就问我你跟谁讲话我就才醒过来，我如果跟他说我先跟天堂讲话，他会记得我真的是比那些狗还要可怜的，要打针的。讲过了，他就告诉我讲过了，所以说啊没，然后医生也没再问了，因为我情况这个样子了，
然后还要认养那么多小小的，又是自己去观光客，又不是说当地的人，当地的人都喜欢养那些外国的狗，我怎么会认养那些可怜无家可归的又野狗的，懂不懂？他们认他们那个抓的妈妈很困难啊，整个房子好几个医生来抓他，打针给他，麻醉给他，睡觉他不睡，他跑别的地方睡觉，找不到他，他醒过来以后他才回来，以前都是这样。不过现在他跟我们了以后，第二第三天就回来敲门了，要进来，要跟我们一起。然后我就抱他了，放在肩膀，那个时候他很瘦嘛，妈妈不过养九只小孩嘛，就很瘦，所以可以把他放肩膀，现在比较重一点了，没那么尖了，现在他小孩比他还要重，比他还要高，比他还要壮还要大，了解吗？ OK。啊，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些事情呢？白狗啊 ，OK OK， 黑狗讲完了哈，有一些小小事情，我也如果忘记以后再讲哈。那个白狗哈，因为我听人家说狗啊，你要给它一个工作做。大家觉得好，所以给他妈妈说你呀、工作就是照顾所有你的小孩啊，教他们乖乖的哈，确认不让他们打架啊，我在不在你要管 ，OK， 这是你的小孩啊，你是 have fun， 然后我现在都负责任是不，我现在辛苦你 have fun， 然后我现在要照顾他们是不公平的了，你自己要照顾是你的责任 ，OK， 好，他真的有。他们小孩吵他就会来那个介入，对，没错。然后那个最不听话，以前呢、我不在的时候他不听话了，他们就拉又什么的很困难了，我在他对我很乖啊，我讲什么就什么。就有一个小孩，他男的，他那个皮肤是红的，红的是比较活泼比较脾气嘛，所以他跟谁都不服的，就师傅他就听而已，谁跟他打仗呢？我一定会输就对了，懂吗？他不客气的那个人，他吃是最多，抢什么东西都抢着吃，不害羞的。他妈妈吃的，他也从那个狗口的拿出来吃，妈妈也让他。如果他我给妈妈什么东西，他在旁边的话，妈妈就不吃了，就用口那个啐出来给那个他的儿女吃，养儿的养女的。他事实上只有三只的黑的。一只已经往生了，那个两只现在一只小一只大的，那小的可是最聪明的，最会表达的了，另外都是很同情的，就很聪明很会听话。就我在的时候了，我不在他们都抱怨说这个不听那个不听什么的，我也没有控制他们什么，我就很自然的，我没有叫他们，我没时间叫他们那个roll over 什么那些，我没时间，他们自己弄的，我没叫他们跪啊，没叫他们爬，根本没有。那个时候一个月多而已，这谁叫什么嘛？懂不懂？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他们自己的。所以我很惊喜嘛。我就跟你们说，昨天我说我如果讲，你们也很惊讶的，有没有惊讶？对呀、是真的是惊讶的。那么小了，没有谁叫他任何。那个白的，对对，所以那我叫妈妈就这样弄了哈。然后我叫这个做这个啊，我找借口了，我想出来什么工作给他们做，你这个要确要照顾，不让这个跟那个打架，不让大家打架，你知道哈，你负责帮忙妈妈照顾，好 ，OK 了，那些就没什么。然后那个最坏那个是男的啊，你碰到他他就他不让你插旗了，了解吗？以前我碰他，他也是这样啊，现在就不敢了啊，自然呢、我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变乖了。如果我隔开，然后偶尔才来的话，他们没那么乖。然后就我叫他那个，因为他是最会打架嘛，最麻烦。我说你哈，忘记了，我有一只了，一只额外的。最后来我们已经搬走了，从那个地方认养那个地方。住那个地方认养了，然后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还有一只留下来的，一只剩下的，
他比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大家都小，所以我也不知道谁是怎么样。他是比他们大了一点而已。然后因为认识的人呢，我就不认识他们了，来几天认识，然后认养一两个礼拜就走了。然后那些住那边的人，那个佣人啊，那边都是有钱的人嘛，他们有一两个佣人就认识这些这群的狗了，因为野狗，不过他们认识了，就在他们的园里面生出来的。不过那个主人不要的，了解吗？然后叫人来，人没有来的呢，所以我就通通都拿，因为不拿的话他们会毒死了。已经三个大的妈妈被毒死了，所以有一只小小的，我也认为他们跟他们一样的被丢下来，所以我拜托那个留下来的那些佣人或是那边工作人员啊，我想了20000了，要找那个出来。另外一只以前我想了10000，然后就找回来了，不过回来又太病来不及了。啊，这一百只小小的，现在比他们还都是比较矮比较小的，它的个子是这样，长不大。我是因为没有羊嘛，所以他已经现在三岁多了，还是很小的。我不知道他们三岁多嘛，忙死了，没有空，而且我怎么认得出来呢？他们认识，他们就跟我说，我说那只狗是谁的？为什么不跟他们在一起？他说他是别的妈妈，妈妈被毒死了，也许也是那个妈妈被毒死了，所以他常常来跟这个妈妈一起玩。也是大概是表哥表弟什么的，常常来跟他玩，所以我才认为他们也是兄弟姐妹什么的。好，那 我留他一个人的话，我就不会担心嘛。我在的时候，我就常放食物在园外给他们吃，不然他就去吃那个垃圾啊，都不舒服。我放的话，他就会吃的。不过我抓他不能抓，有一次他是最快的，比那个妈妈还要快啊，看到人就跑了。很怕人，他妈妈死的时候就跟他讲不能跟人靠近，了解吗？他们很毒的，很坏的，所以他很怕人，到现在还很怕的。他如果不想的时候，他就来跟我甜甜的吃在我手上，他一想的时候他就跑掉了，听懂吗？但换来换去他心情不稳呢，因为他被那个叫什么 traumatized 恐慌了，懂不懂？所以到现在还是很困难，有时候他一次跑出去的他不回来了，我们抓他抓得很辛苦。不过所以我就叫那个男的跟那个白的，我说你们啊，我叫那个男的，因为他没事干，他很凶嘛，所以我叫你啊，是要 make sure 啊，出去的时候要 make sure 把那个小的带回来， OK 是你的责任。然后这个白的没事，我说好，那你就帮助这个男的一起带回来，要决定把那个小的两个把他带回来，不让他流浪在外面。那个园外面呢有大猪啊，有什么蛇的，有那个狐狸啊，就怕伤到他。他们两个懂了，不过男孩子懒惰，每次都先跑回来，就不理那个三岁那个，懂不懂？他是最困难的一个，哇！我这是要拜托啊，讲甜话他才肯来，不过吃的很多，他吃最多的。然后 OK， 每次他都自己跑回来，就不等那个。不过大家也有了，有时候再跑，全部都跑回来，叫他回来，他不回来，叫久以后他们就气了，就丢他在那边回来，然后看来看去，然后在那边叫很大声，叫他回来，他也不回来。他是最困难，不过我是最爱他。然后每次那个男的先跑回来，我说你怎么回来了？另外那个呢？啊，我叫你叫他回来，怎么不回来？他就跟我甜甜这样，然后他去找他的事情，吃东西，除了那个白的。他每一次回来看到他不回来，他叫他不回来，他就再跑下去很远那个山是这样嘛，懂不懂？他跑到最后那个也不是最后，不过最后在我们那个地里面了，叫他回来，真的两个一起回来。他回来没错，他跟着一起他回来，因为那两个很要好了，啊，甜甜的，玩玩的。我有时候他会气他，叫他不回来，他会叫他很大声。他每次都叫他回来，就对了，大家都先回来了，吃饭了，躺在那边享受了，就他一个人了。那个男的不去，真的是男孩子嘛，不去，
就那个白的就助手的，就每一次很尽责任。他不回来，他叫他不回来，不跟着他就跑下去一个人了。我叫他不回来了，他一次跑出去，原来是为了去找那个人回来，真的那个小的一起回来，两个算的。跑回来看到我就跑掉了，然后那个辛苦的那个助手的白的又跑下去一次，几分钟以后就给他那个信任了，就跑回来，两个一起双双的走回来，很好的看到人，我是看到别个再跑掉了，但是第三次要再下来找他回来，真的是真的负责任了，哪有这样狗这么懂事啊。他一个人是最负责任、最乖的，最不会吵架的。所以连那个男的最爱打架，以前打架也不会跟他打架的，懂不懂？他最甜美的、最好的、最谦卑的，不会吵闹，不会要东西。我给他那个那些那个素食的骨头了，谁都喜欢的。不过他先等啊，大家吃了有没有人来要了，他才吃的。我说你不要等了，那个男的他当然他会要的啦，啊，他要多少都不够啊，谁他都可以拿着吃的，所以以后我都抢他起来，在别的地方他跟他妈跟妈妈我都抢起来，给他们自由自在吃，不然那个黑的大黑的来抢他的，那个男的会来抢他们的东西吃，他会让呢，他们两个一个是妈妈，一个是那个白的姐姐的那个，都让他们吃的。多少都让，有时候我去，有时候我没有空在这边，一次喂你，然后你就喂别人，啊，你了解吗？哎，那个白的到目前是这样，因为我不常常，无能跟他们天天在一起，只能观察这些而已了，也许还有更多，我不知道了。那么小的，已经让我已经很惊讶了，你们呢？会不会惊讶？有没有别狗像这样？你们的狗呢？它有别的嘛，啊，你们狗有别的特殊的，这些会有会保护主人，它不怕的。有一些狗就在登报纸，它已经被僵了几个地方了，它还在那边冲的，为了那个凶手啊，那个的把它压下来，到警察来为止，哎，警察抓到那个凶手，本来就想杀它主人了，结果它挡那个单了。好几个地方已经受伤流血，他还在那边，那个凶手把压下来，警察来抓，那主人没事，就是狗受伤很多啊。后来还是 OK 的，去医院后 OK。狗当然他会卖命为了你了，不过这些聪明那种机械那种同情心，我很少看到的，连我以前那些狗没有的，懂不懂？那种表达那种很少，表达那种感情啊，同情啊。对谁都爱那个是比较小，只有 Benny 一个是表达比较清楚，还有 Hermit 是对我是表达清楚，对别人不一定。但他看到外人，他就躲在我后面，哪里就像保护的狗。我带他出去，他就银行的人啊，等我有时候要去领钱或是买菜啊，别人要摸他，他就把他躲在我后面，变成我保护他。所以我才叫他 Hermit。隐秀的那种，了解吗？所以我跟你说过了，认养狗以后，我等一回以后我才取名字的。以前如果知道这天堂给名，我就问就好了，比较快。不过我给到很对的，啊，跟天堂一模一样了，变英文而已，懂不懂？天堂你给就不同名字了。比方说大狗那个白的，我一直说 love， 就一样啊。听懂吗 ？OK， 然后那另外那些狗，我讲的是一样的了，已经过去的。好了，够狗了，你们去。本来那边打坐都听狗而已，嗯，也不是嘛哈。这几天讲很多事情哈 ，OK 吗？啊，哦，太热了，真的讲的狗会热狗，热狗。啊 ，OK， 我要走了哈，哎。你们打坐哈 ，OK， 告辞了，嗯，告辞了，以后再见，师培。How long you stay here? You, 80 days. 80 days. OK. You stay as long as your visa. You stay as long as the government allow. OK. I allow all the time. The government.
different. Every country is different, eh? But this moment already very good. I say you are welcome here, okay? You stay as long as you want. It's just as long as the government allow, yeah? But this government already very good. You have to be happy, yeah? So you can stay 18 days, a lot already. Many countries cannot, okay? Yeah. Just every country has different law, you know? So you stay as long as the visa allow, hey? We have to respect the law of every country we live in. Understand? Of every country we visit, yeah? We have to respect. We must. That's my law, okay? Okay, you enjoy, huh? 大家欣赏, okay? 去竹林打坐比较有事人给贵宾有一点空间走动, huh? Okay? 告辞了, 告辞, 失陪。 对不起，都我错了。我瞧他们从5点到现在没有放人。我第5点的时候就跟那些联络人员讲话嘛，在我上面，然后就顺手就叫他们下去准备，我要下来讲话，难怪都不吃，难怪，还要还现在还问人家说吃好不好，都是我错了，对不起哈。 我吃不完了啦，师兄。我昨天有吃了，还有给那个帮忙的人有吃2颗就够了。我很少吃这些 ，OK， 很少。目前也不舒服，不能吃那些那么多，多谢你了啊。昨天我那个帮助的擦洗那个人，他已经吃一个了，我也吃了快一个，差一点全部吃一个，差一点点，剩下就给他了。 他吃1个多，我吃1个小，啊，就够了。OK， 好，以后如果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再来拜访，好吗？多谢了，大家辛苦。好，那叫他们上来吃饭了。哎呦，我太不好的人了，我都不了解到你们了，肚子大概咕咕咕咕的这样。OK， 哎，大家上来吃饭了，听到吗？ 今天吃饭都在下面。不是，我讲讲，就不用上来了。不会，今天吃饭是在下面。那你们去吃饭了，吃饭了。